这一盆莫奈又开花喽，大家看，漂亮吧？只不过这个下花好像比较的小，没有之前那么大，感觉比之前小了将近三分之一。现在把它给剪下来。好香哦！再来这个小蔬果区看一下西瓜，大家看到没？这个西瓜藤是不是越来越茂盛了？很多，就是不知道有没有结小西瓜，花也开了很多，到处乱窜这一些西瓜藤。哎，大家看到没？这里结了一个小西瓜哦。哇，好袖珍啊，这个西瓜好可爱。来看一下这个百合，大家看到没？这个百合已经开出花来咯。这一盆，哇，是不是好漂亮？这个花瓣真的好大哦，这个花朵。这三个还没有完全开，哇，总共开了四大朵。从远处看一下，是不是好漂亮？这一盆还没有开，这样错开来就可以观赏很久啦。而且这个百合花还有一股淡淡的香味哦。哇，是不是好漂亮？再来看一下这个灯笼花，也叫慢性风铃花，大家看到没？它的这一个花朵是不是真的很像这个灯笼？红的加黄的，下面还有须须。果然名不虚传呐、现在才一个，如果等它要这样一串下来，是不是很漂亮？看这一边的花蕾在慢慢的变大，这个花还是很值得种的，又好养，开花又漂亮。再来看一下这一个挽莲，这个挽莲已经开出来喽。这个挽莲的花是跟这个荷花好像哦，大家看到没？好鲜，有没有？哇，好鲜，好可爱哦！哇，这个要不了多久也会绽放了，好漂亮，好漂亮！这个葡萄上次给它打了顶之后，这个侧芽是长得越来越快了，所以要给它打顶。侧芽留个两三片叶子就可以，其他的都给它摘掉。